会儿依旧住我们那边吧，住同一间屋子，你也一起过来。好，但愿米露不会找到那边吧，刚才真是吓死我了。你的抚养权变更申请，法院那边驳回了。我不会再让你见他。汉宇，哎呀，刚才太着急，依依抱着睡觉那个小红帽我忘拿了，我得去拿，不然他睡不着的。以后他们就是你的爸爸妈妈了。走吧，我们回家。来，我们回家。哎，你去哪儿？他会回来的。孩子最爱的彩笔还在这儿呢。可能还有什么舍不得的人吧。车祸啊，主要造成了脊柱外伤，首先是肋骨的骨折，其次呢是手脚的四处骨裂。至于为什么一直昏睡不醒啊，很大概率上是因为剧烈的脑震荡引起了颅内淤血，但是具体的原因还需要进一步检查才能知道。他什么时候能醒过来？这个得看他的淤血吸收情况，我也不好说。抽屉里珍藏和你的画集，虽然就